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一集的香港奇案。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的环境是不是很鬼死下气啊，很鬼死这个的 relax 啊，很欢愉啊。周边有些人呢，一家大小就在这里就共聚天伦，享受一些的家庭乐啊，悠哉悠哉啊，就是幸福满社了，是吧？咁我有時咧，我就好怕咧，就講一啲嘅案件咧，就係咧，就有啲嘅人咧，就闖入咗人哋嘅屋企裏邊啊，然後跟住咧，就將人哋全家咧，就即係冚家產啊，正宗。又或者咧，就係即係威脅人哋咧屋企裏邊咧最寶貝啊、最心愛的一啲嘅家庭成員啊，然後威脅啦，即係其他嘅家庭成員要就範啊，然後跟住咧就係逼佢哋咧做一啲啊佢哋唔甘願嘅嘢。咁唔甘願嘅一個嘅後果，如果你反抗咧，咁你就淋得你橡皮糖喺個臘肉啦。啊，輕則咧就係即係破財。啊，大撚鑊啲嘅咧就係可能有啲人咧就會受傷。更加大撚鑊嘅咧就係有依一個嘅冚家產嘅之餘。咁好多個時候咧喺依啲個案件裏邊咧，都係啊，即係因為啊啲屋企裏邊最弱小嗰個啊，俾依啲嘅不速之客啊闖到入嚟啊，然後跟住咧就威脅你啊，因為你係好擔心你最愛嘅人啊，你最痛錫嘅人咧就受緊咗一啲嘅傷害。咁可能啊，即係戒破佢皮膚少少啊，啤啤聲流啊血，你已經係驚緊到腳都軟鳩埋。咁佢哋要跪啊跪嚇，啊依一個嘅冚頭埋牆就冚頭埋牆啊，就依一個你點樣啊要冇你，你都要聽佢支笛咧去做嘢。咁啊最經典嘅案例咧就係當然就係喺澳門裏邊嘅依一個嘅八仙飯店啦。咁啊八仙飯店咧，如果大家心水清嘅咧，都喺依一個嘅大院有落嘅香港奇案裏邊咧都曾經講過。咁但係咧，我都好後悔啊！即係點解咧？依一個嘅奇案咧，其實即係都曾經咧，即係傾過啦。咁但係用一個好短嘅篇幅，好簡單啊，唔夠深入啊，去研究當中嘅依一個嘅案情。咁依一單嘅案情咧，到最後啊，依一個嘅殺人者啊，令到依一個嘅八仙飯店依一個嘅老闆啊鄭林一家十口啊，連埋佢啲親戚啊、仔女啊、員工啊冚家產嘅依一個嘅謀財害命的這個的可以說是澳門史上最轟動和最令到舉隻人口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這個殘酷的這個案件，這個 鄭林殺他冚家堆冧他全家的這個兇手這個黃志恆，他矢口否認他是背後的真正的這個元兇。咁啊，邊個將依一個鄭林喺一家十口冚家產斬件係嘛碎肉係嘛，即係斬撚到屌你咩件件啊咁樣啊，漂浮喺依一個黑沙灣咧，咁啊即係到而家咧都未有一個好肯定嘅答案。咁但係奈何依一個嘅黃志恆咧，到最後咧兩次啊企圖自殺啦，希望咧就係即係逃避依一個嘅法庭嘅依一個審判。咁而喺佢第二次嘅依一個嘅自殺嘅時候咧，就嚇即係將自己啊～著撚實曬依啲嘅棉衲啊，戴空褸啊，冚撚曬依個棉被啊，再喺佢曾經咧就係受傷嘅傷口裏邊咧，第一次嘅自殺嘅依啲嘅舊傷口，就攞依一啲嘅汽水蓋啊嚇，依啲嘅易拉罐啊，佢呢邊嘅鐵片咧，再次咧割破同埋咬破佢嘅傷口咧，令到佢慢慢咁樣流血咧，當人哋咧唔留意佢嘅時候咧，就係失救致死嘅。咁好啦，咁啊～依一個嘅八仙飯店都好值得我哋大家可能揾個機會啊，再次了解一下依一件嘅案情啊，分享一下裏邊究竟係維持原判啦，係依一個嘅黃志恆係殺人兇手啊，定係兇手另有其人？咁但係依一個嘅黃志恆拍心口肯認咗一啲嘅案情一啲嘅罪行咧，認過咧佢曾經想意圖咧懟冧人哋嘅全家，甚至無咧就係放火燒屋啊！咁咧就係依一個嘅咁撚重大嘅依一個嘅案罪行咧，佢唯一有一次係認過依一個嘅罪行嘅咧，就係曾經喺我哋香港嘅鰂魚涌英皇道嘅依一個嘅福昌樓發生嘅依一個嘅離奇縱火案。咁啊，一家幾口爭啲咧就俾佢咧就滿門冚家產。咁而好可惜嚇，即係依一個嘅户主咧啊，依一個嘅32歲嘅李和啊，咁啊依一位嘅塑膠廠嘅依一個嘅經理啊。咁啊，喺依件案件裏邊咧，就係慘死嘅。咁啊，大家頭先聽我講啦嚇，即係啊，豪財害命殺人放火，咁啊諗住諗到依一個嘅李和，
可能就在这个的案件里面就被人烧撚到，就是屌你老尾肥窿叉烧咁样，是吧，就是烧撚到可能就认都认不撚到。咁但又唔撚係喎，呢一个李和在这件嘅事件里面死嘅情况可能唔会啊好彩得过啦，被烈火烧成焦炭，而係佢活生生咁样在佢呢一个嘅屋企里面嘅浴室曾经啊无数次在里面冲过凉啊，系嘛，即系浸过浴啊，系嘛啊，夏天嘅时候可能开干冻水，系咪烧下暑 ，relax relax 啊？点知变紧咗佢自己个人嘅一个嘅临终嘅一个嘅导致佢死亡嘅一个嘅工具。咁啊喺个浴缸里边咧就俾人活生生咁样浸死。咁啊呢一个咧可以堪称为呢一个嘅八仙饭店嘅呢一个嘅前传，就呢一个嘅福昌楼离奇纵火案。咁啊，而呢一單嘅案情咧，就令到呢一個嘅黃志恆啊，因為喺香港裏邊曾經犯下過呢一個嘅殺人縱火嘅呢一個嘅罪行啊，令諗到佢畏罪潛逃啊，然後跟住咧就逃離香港，輾轉之下咧，先翻去大陸，然後咧就再去流亡去呢一個嘅澳門，重新啊塑造過自己一個新嘅一個嘅身份，甚至冇啊殘忍到啊，唔諗只對佢嘅呢啲嘅嚇謀財害命嘅對象殘忍啊！連佢對佢自己都非常之殘忍，為咗要掩飾佢個人呢一個嘅身份，偽造身份之餘，仲將佢自己嘅手指啊斬咗其中一隻，仲將其他剩餘嘅九隻嘅手指嘅指紋咧完全燒毀啊，令到佢自己咧冇辦法俾人 track 到咧，佢曾經喺香港留下過任何嘅一啲嘅線索同埋一啲嘅嚇犯罪嘅呢啲嘅對證。咁好啦，咁呢個就係之前嘅八仙飯店嘅呢一個嘅福昌樓縱火案。咁啊，曾經喺大院有落裏邊咧，我都有曾經講過呢一個嘅案件。咁我亦都去過呢一個嘅啊老屋碌街嘅時候咧，親臨呢一個嘅福昌樓咧，都有單聲過咧呢一件嘅案情嘅一個嘅約略嘅呢一個嘅進程。咁但我覺得咧，好值得咧為一個八仙飯店前傳嚇，即係重新要再嚇講得 detail 啲。講得仔細啲，甚至無要去到一個嘅案發嘅單位裏邊咧，瞭解一下當時一個嘅發生罪行嘅一個嘅單位嘅兇案現場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咁啊，所以今集亦都係啊奇案特派專員阿偉哥，亦都咧即係趁老鑊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海外嘅時間咧，佢亦都幫大家咧親臨呢一個嘅案發現場，去到呢一個嘅福昌樓嘅呢一個嘅 B 座十樓嘅十一室。即係1011室啊！即係去到依一個兇案現場嘅單位啊，瞭解一下依一個嘅罪案現場佢究竟係邊一個嘅地步，係嘛？嗰個嘅環境會係點？咁啊，阿偉哥咧去過之後咧，然後跟住咧得出嘅一個嘅結論咧，就係話阿老王同你都嚇去過好多依啲嘅兇案現場，去過依啲嘅陰霾密布係嘛？即係啲陰氣啊、負能量好多嘅依啲嘅地方。但我有一個結論，我就好唔明白嘅老王。咁我喺個 WhatsApp 裏邊啊，同阿偉哥問下佢，究竟問下你老人家，你究竟係覺得有啲乜嘢嘅呢一個嘅體會同埋一啲嘅領略咧？咁阿偉哥就係話：點解我哋去親呢啲嘅地方，通常都係走廊裏邊嘅末段啊，又或者啊喺一個嘅大廈裏邊嘅一啲嘅好少嚇唔係好夠人氣啊，獨立單丁出嚟嘅呢啲嘅單位咧咁樣。咁我就經阿偉哥咁樣問，我可能有兩個嘅結論可以答到出嚟。咁第一個嘅當然就係喺個單位裏面犯案嘅人都要考量過，係咪喺個 lift 口側邊啊？係咪好多人出沒嘅樓梯口嘅側邊啊？咁如果越離開呢啲嘅人多一啲嘅聚集嘅單位，零零舍舍嚇喺走廊尾裏面啊，少啲人煙嘅你打撚到拆天啊，你打撚到跌到尾乒乒乓乓啊！都少啲引人嘅呢一個嘅注意，下手起上嚟嘅時候，你冇咁撚多顧慮。咁第二樣嘢就不得不嚇，即係都將呢一樣嘢交去一個嘅玄學嘅角度去睇。咁華人裏面咧有風水嘅學説，堪輿學説有時都係唔撚到你，唔撚信邪，唔撚到你咧就係唔撚去嚇，即係讚歎啊前人可能有一啲嘅統計學一啲嘅累積。當一啲好陰陰暗嘅地方，陽光少照到嘅地方，遠離人煙嘅地方，陽氣少啲嘅地方，可能特別係一啲嘅走廊嘅呢啲嘅盡頭啊，特別係容易招惹到一啲嘅陰霾啊、陰靈啊、邪靈啊聚集喺嗰度。而當呢啲嘅負能量喺度多咗啦，咁啊即係俗語裏面嘅話，揾替身，又或者呢個負能量就好容易影響到我哋嘅氣場，影響到我哋嘅腦電波一啲嘅邪念啊、惡念啊、殺念啊，油然而生，
比起一啲嘅陽光空猛嘅地方、風光明媚嘅地方裏邊咧，就少啲咧，就產生呢啲嘅殺人啊、犯罪啊呢啲嘅念頭。咁啊，當係講嗰句啦，負能量影響你嘅生命，係嘛？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喺呢啲咁嘅邪惡嘅環境、糟糕嘅呢啲氣氛之下，犯案可能嘅呢一個嘅機會率、呢、這個發現率，比一啲嚇開陽啊、通風啊、舒服嘅環境嘅地方裏邊咧，少啲令人有呢一個嘅犯罪嘅呢個衝動都未定。咁好啦，咁啊。回帶嚇，即係如果今集係要講講呢一個嘅八仙飯店嘅福昌樓嘅呢一個嘅案件，咁啊當然啦，即係我一定要帶出係嘛？兩單嘅案件裏邊咧，呢一個嘅嫌疑犯啊，呢一個嘅黃志恆啊，啊當時佢喺福昌樓犯案嘅手法，其實同佢喺八仙飯案手法裏邊啊，勝算啊，佢將人哋冚家產嘅做法咧，都係非常之類似，就係挟持咗嚇一個家庭裏邊嘅一個嘅成員。然後之後咧就威脅對方最撚恐怖有力，反抗最撚嚇，即係會激烈係嘛？又或者係未必咁容易懟撚冧嚇一個嘅 opponent 啊嚇，佢令到佢哋首先要妥協跪低嚇，失去佢依一個嘅防禦嘅能力，然後剩低嘅一件一件嘅冇乜反抗力嘅苦魚咧，啊只要嚇個户主或者係屋企裏邊最撚打得最撚抽得嘅人咧，停止咗反抗。其他的只不過就是一個籠裏面就是捉雞仔更加依時地去對抗。這條友仔就是在這兩宗案件裏面都有一個類似的手法，但是他矢口否認這個八仙飯店的這個案件是他的這個手筆，也是現在調查回懷疑八仙飯店一家十口，包括這個鄭林裏面幾個女同她的兒子，她的堂弟，她的廚師，她的外家裏面一些親戚，可能被人懟冧是分兩個不同的地方，一個就是八仙飯店，一個就是這個鄭林她最居住的這個住所。我就不跳來跳去了，我就首先 focus 回呢，就在這個的在1973年十月嘅依一个嘅五号嘅星期一，发生喺依一个嘅英皇道福昌楼嘅依一个嘅 B 座十楼嘅十一室里边嘅依一个嘅福昌楼嘅依一个嘅纵火嘅依一个嘅奇案。咁好啦，咁我首先咧就系去捻咗啊，即系依一个嘅啊凶宅嘅榜里边咧就去揾啦。福昌樓有冇啲乜撚嘢嘅犯罪嘅單位啊？死個人嘅單位啊？瀨撚個嘢嘅單位啊？咁但係咧，網上面嘅顯示咧，就是、福昌樓依一個嘅案件咧，竟然喺而家嘅依啲嘅地產網頁裏邊咧，絕對冇顯示到出嚟。咁啊，一個唔撚覺意買撚咗依一個嘅福昌樓嘅老友記咧，咁啊，即係仲要住緊而家依一個嘅 B 座十樓十一室嘅依一個嘅單位咧，咁你分分鐘都膝頭繳眼淚，唔知你嗰個嘅浴缸有冇換過啦嚇？即係入伙以嚟，如果入伙以嚟你都冇撚換過嘅情況之下咧，你而家浸緊浴，又或者你浸緊依一個嘅bath 嘅時候咧，聽緊依一個嘅香港嘅奇案咧，可能咧之前嘅户主嚇依一個嘅李和啊，就同你一齊咧曾經啊，佢就浸死咗喺一個浴缸裏邊。你而家咧就嚇浮浮沉沉嚇，係嘛？可能食住西瓜、飲住汽水、嘆緊啤酒，喺度聽緊香港嘅奇案之後，你原來只知道你個浴缸咧係曾經嚇俾人咧就係用嚟浸死過一個嘅户主嘅，咁你咪話唔撚驚係嘛？咁好啦，咁啊，究竟呢單嘅案件嘅來龍去脈係點咧？咁啊，正如我所講啦，我就真係好撚怕咧，就屌你個老尾咧，就係嚇誒。在一個地方裏面咧，見撚到人咧破壞人哋嘅家宅嘅和平，係嘛？即係將人哋嘅幸福啊，一夜之間就屌咗你老尾，完全摧毀曬，殺人係嘛？然後將屋企人咧就係摧毀咗、破碎咗人哋嘅家庭，我就好撚怕聽撚到呢啲嘅案件。咁啊，首先我哋先睇睇以下啦，啊，阿偉哥帶大家去啊依一個嘅福昌樓嘅依一個嘅地點，了解下依一個嘅位置究竟係乜撚嘢嘅一回事先。轉頭翻嚟再細述嘅依一個嘅案情。OK， 根據坐向咧，案發嘅單位咧，應該係面向呢一邊嘅方向。因為佢裏邊嘅結構實在太過複雜啦，實質係邊個單位？就
要入到屋里面先知。好，翻嚟咁啊！大家都見緊到啦，依一個福昌樓真係係我賤格啲講，你俾我都唔諗住，密質質密質質密封鬥矮鬥咁樣樣，四通八達係嘛？即係全部啲人咧就一個好 high density 嘅依一個嘅密集式嘅依一個嘅住宅，咁啊入撚到去有一個大嘅依一個嘅天即係。廣場啊啊咁樣嘅依一個嘅地方，咁啊分緊咗幾邊啊嘛，每邊都麻麻咁樣住滿曬人，係嘛？咁啊偉哥就帶過我哋去睇過依一個嘅空宅嘅依一個嘅位置。咁啊，究竟發生啲乜撚嘢事咧？喺依一個1973年嘅依一個時間咧，咁啊好啦，先講講啊依一個當時喺依一個嘅福昌樓啊依一個嘅十樓嘅11室住咗啲乜撚嘢嘅人先。咁啊户主咧就係叫做啦李和，32歲。咁一個嘅塑膠廠嘅依一個嘅經理係嘛？咁啊好後生，咁啊即係好咁後生咧，就去到做依一個嘅位置咧，都係一個嘅 net 仔嚟㗎啦。咁啊，佢同一個26歲嘅太太咧，就係住喺依一個嘅單位。咁啊，太太咧就叫姓葉嘅，就叫葉蓮蒂啊。不過蓮咧就蓮花個蓮，蒂咧就係共依一個嘅花蒂嘅蒂係嘛？咁啊26歲，咁啊即係都。好後生啦！如果喺今時今日嘅一個角度嚟講，26歲同32歲，即係老筍都未生埋，分分鐘啊個女士咧就已經咧就屌你老尾咧，就啊仲係諗緊住去 wet 啊，一陣又揾下去沖浪啊，又揾下紋身啊，又 high tea 啊嗰啲嘅港女咁嘅性格。男仔啊32歲咁啊嚇，即係仍然可能係夜晚就仲係打緊呢一個嘅 online game。係嘛？夜晚就喺度屌你老尾通宵達旦，因為屌你老尾打 monhun 都未撚定啊！咁啊～但以前的32歲和26歲咧，就畢竟已經很成熟。咁啊，依位嘅李和咧，亦都係養咗一個嘅3歲嘅小朋友，一個嘅仔仔，亦叫做李同仁。咁啊，李同仁啊，三個一齊住喺依一個嘅10樓11室 D 座嘅依一個嘅福昌樓嘅依一個單位啦。咁啊，當時依個單位咧，除咗佢三位之外，另外有一個 family 同佢一齊住嘅。咁啊，佢家姐就叫李寶珍。就大佢啲，就44歲，咁啊，即系大一個格，一個一框噶啦，即系大佢12年。咁啊，佢嫁咗一個姓楊嘅，叫做楊新嘅先生，咁啊50歲。咁啊，同埋一個咧就20歲出頭嘅小楊，就佢哋嘅侄子。咁啊，喺依一個嘅1973年嘅依一個嘅10月嘅5號嘅星期一嘅一個嘅早上咧，咁啊姐姐嚇楊寶珍。李寶珍就去咗咧，就同佢老先生咧就出去飲茶。飲完茶咧，佢咧就屌你老尾咧就去買餸。當佢買完餸咧，就諗住翻屋企啦，煮一下，即係睇下個細佬啊點樣啊。因為細佬當日就休息嘅，就喺屋企咁啊，同埋佢太太喺度。咁啊諗住買完餸翻去就睇下佢哋肚餓未啊，即係煮一下依一個嘅下晝就俾佢哋食啦咁樣。咁啊，當佢一下即係準備開門嘅時候咧，就敲門啦。咁啊敲門啦，咁啊突然之間咧。撳鐘嚇，即係開門嘅，竟然咧就係唔係佢個細佬，亦都唔係佢嘅弟婦，而係一個相識嘅一個嘅人物。咁呢個人物咧，原來咧就係佢細佬嘅一個嘅朋友啊。佢細佬嘅朋友就叫做咧陳子良。咁啊，陳子良咧就屌你老尾，佢點解會認識呢個仁兄咧？咁呢個仁兄咧就係其實咧就係成日都上去屋企裏邊咧
賭錢啊、啊打麻雀啊、啊呢一個嘅細佬嘅一個嘅雀友啊，或者係賭收輕啊、沙蟹啊嗰啲嘅賭友嚟嘅。咁啊見到佢上嚟，咁啊諗哇咁撚早你上嚟開局啦，冇撚嘢係嘛？都未撚諗完，呢一個嘅陳之良乒乒乓乓就走撚咗佢，去擁撚咗佢入去，然後即刻砰一聲扮門，扮撚咗對門。佢一睇一睇，嚇一睇嘅情況就好撚驚啦。點解咧？因為見撚咗佢嘅細佬，俾人雙手捆綁咗，反手咁樣樣咧，就嚇攤撚咗喺個梳化裏邊，腳都綁鳩埋。同時之間咧，就亦都係聽撚到佢弟婦咧喺個房喺個梳化裏邊咧就咦人人喺度嗌緊咁樣樣嘅情況。咁啊，見到兩公婆都俾人綁鳩住，佢正想問：喂，做乜嘢啊？你哋玩乜啊？依頭都未撚講完，依個陳子良就即刻攞把尖刀就行撚住佢嘅喉嚨，輕輕戒一刀，就喺個喉嚨裏邊咧就戒一嘢，就即刻就皮破血流。皮破血流之餘咧，就依個陳子良咧就即刻話：嗱，你想要命嘅你就唔好撚出聲，唔好大嗌嚇，唔好嘈喧巴鳩閉。咁啊，如果唔撚係咧，就屌你個老尾，你哋過唔撚到聽日。咁啊，阿姐姐就話：李寶珍又冇撚辦法啦，就屌你個老尾嚇，即係嚇唯有就要嚇。就范啦，咁而當時阿李和咧，亦都話：喂，你唔好搞我家姐喎，你個冚家產，喂老母，你有嘢慢慢講喎，唔好搞我家姐喎，咁樣樣。咁啊，李寶珍就冇撚計啦，咁啊，李和就禮手就即刻就攞啲把布出嚟咧，碎布咧就塞撚咗阿李寶珍個口，而攞撚咗一啲嘅麻繩，亦都係將佢嘅依一個嘅手咧就綁撚住，咁然後跟撚住咧就將佢只腳亦都綁撚埋。然後就將佢咧就擁撚咗入去佢嘅依個房間裏邊，攞撚咗佢嗰張嘅棉被，將佢嘅大被冚過頭。咁啊，李寶珍亦都係唔撚係話即係省油的燈啦。咁啊，即係長期即係都諗住個方法，就諗住點樣去反抗。咁啊，但係將佢擁入去嗰陣時咧，就即係死都唔撚入去啊。咁但係當然就俾依一個嘅陳子良咧飽意老拳，咁啊即係打佢一鑊咁樣樣，又擁鳩佢入依個房，好似冚鳩住佢。咁啊，即係隱約就聽撚到之後出邊房間啊，佢細佬嚇阿李和同依一個嘅陳子良之間嘅依一個嘅傾偈。咁啊，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咧？依一個嘅李寶珍咧，真係一肚依一個嘅疑惑，都唔撚清楚發生啲乜撚嘢。咁啊，希望咧就喺個被鋪裏邊咧，就極力去反抗，啊極力去掙扎，極力咧就係可以咧就離開啊！即係曾經俾依個陳子良綁撚住手嘅依一個嘅嚇嘅依一個繩索。咁啊，未幾佢就聽撚到啊，即係嗰個廳外邊咧，就聽撚到佢細佬咧，就不停咧就去同一啲唔同嘅人咧就係打電話。咁啊，聽撚咗個電話裏邊咧，喂有冇嚇一幾差嘢借住嚟先啊？佢話喂借啲錢嚟使下先，急住要用啊咁樣。咁啊，於是者打過幾個唔同嘅依一個嘅電話。咁啊，依一個電話裏邊咧，佢咁隱約啊，即係感覺到依一個嘅電話筒裏邊嘅仁兄咧。就答佢細佬咧，就話冇錢啊，應該就係之類啦，借唔揾到錢啊。咁啊，借唔揾到錢，連續幾個電話之後咧，咁佢就聽揾到佢嘅細佬同埋佢依一個嘅細佬嘅朋友，佢嘅賭友啊陳子良咧，就有一啲嘅拗叫、嘈交、粗口夾雜啊，屌老母啊，你係咪想死啊？屌你老母，今日我唔揾攞揾到錢，你屌你老母，你冚家產啊！你一定要俾錢我啊！咁樣樣嘅依個情況，咁啊。彷彿佢就隱約就知撚到咧，依一個陳子良咧就上門就問佢細佬就要攞錢，而佢個細佬咧就嚇即係同佢講話：我冇咁撚多錢啊，我邊有咁撚多錢喺身啫？大喇喇成萬人，你要我屌你老母！而家我即刻攞我攞條毛俾你咩冚家產！我屌你老母啊！個帽子都未撚打完，又俾人揼一輪，係嘛？即係總之就即係俾個人拳打腳踢。你有冇啊？屌你又一錘！我冇撚耐性啊！你唔好撚煩鳩我，屌你老母啦！屌又打佢一錘。咁啊，跟撚住咧，我都話撚咗咯，你放過我哋啦，你放過我，再幫你慢慢籌錢啦。我放過你，我放過你，邊個放過我啊？你唔撚你啊？你快撚啲，今日要俾10,000我。你打多幾個電話，屌你老母，你點都要籌撚多期翻嚟。咩如是者又有咗幾個電話嘅依一個嘅 call 一啲唔同嘅朋友，但係當然到最後都係俾人哋冚線啊，不得要領。好明顯，阿李和亦都唔喺電話裏邊咧，幫佢依一個嘅陳子良嘅賭友咧撲撚到水。咁啊，當然啦，喺個廳裏邊，除咗啊夾雜著依一個嘅李和嘅依一個嘅俾人打啊、受虐待啊、俾人兇啊、還拖啊，但係佢又屌你老母四肢俾人綁鳩住啊，冇諗辦法啦，同埋哀求佢放過佢啊，又聽到弟婦喺度喊苦喊忽啊，烏烏烏喺度煙烏啊咁樣樣嘅情況，
屌你老母，你唔撚見棺材，你個冚家產，屌你老母，你唔撚流眼淚嘅，屌你老母，你當我屌你老母開玩笑啊，屌你老母，你出日屌你老母，你出年冚家產嘅時候，你就會明白我今日唔撚係同你開玩笑喎，屌你老母，咁啊跟撚住咧，就聽撚到咧，佢依一個嘅嚇陳志良嘅依一個嘅撚樣惡形惡相咁樣，似乎就係要將阿李和咧拖入去依一個嘅洗手間。咁啊，聽撚到佢拖入去洗手間啲夾雜，佢撞撚到啲台台凳凳啊，撞撚到牆啊，乒乒嘭嘭啊，依啲嘅聲音，亦都係就聽撚到佢底褲彷彿啊，即係塞撚住個啲一個嘅屌你嘅老尾嘅依一個嘅布啊，嚇就喺度咧就也話切齒啊、烏煙啊，希望啊依一個嘅陳子良啊大慈大悲啊放過佢老公啊，喊聲啊喊撚到屌你老母，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咬撚住個布，煙烏喊到歪歪驚，好撚驚啊嘛，但係又四肢喐撚綁撚住，全部殘嚇掙扎唔撚到。咁啊，李寶珍嚇就即刻啊人急啦，就即係頂你個肺啦，就即係死嚟啦，就要將佢嗰啲嘅繩索啊綁佢身上面嗰啲嘅麻繩咧，就唔知點解哪來嚇依一個嘅力氣，就將佢依啲嘅繩索咧就捆綁嘅繩索咧，逐一逐咧就掙啊掙脱下咧，就將依一個嘅繩啊越嚟越鬆，咁啊卒之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屌你老母掙脱嘅依一個嘅啊屌你老母嘅依一個嘅捆綁，咁啊。當佢咧就係屌你個尾啊！掙脱完依一個嘅捆綁嘅時候咧，咁啊都要幾分鐘。咁但係咧喺依一個嘅陳子良拖咗依一個嘅李和入到依一個嘅洗手間之後咧，竟然咧聽緊到一啲嘅水聲之後咧，就再聽唔到屌你尾依兩個男人咧就啊！你屌我老母，我打你兩錘，我刮你兩巴，屌你個老尾又跟緊住要你俾錢，我真係冇錢，你唔好撚再搞嘢啦嚇！依樣嗰樣，隨即就嚇好快就冇曬一啲嘅沉靜嚇。冇曬依啲嘅吵雜，冇曬一啲嘅啊拳腳交加，冇曬依啲嘅受打嘅依啲嘅聲音，取而代之嘅只係水聲啊零聲嘅依啲，好似喺個水浴缸裏邊啊，滿瀉曬啲水，啲水射落去依個地下裏邊嗰啲嘅水聲，少少嘅依啲嘅漣漪啊，啊依啲嘅掙扎啊，好似漏水咁嘅聲音之後咧，好快就歸於平靜。咁而呢個洗手間裏邊再冇大家嘅醜雜嘅聲音，亦都再冇呢啲嘅屌你老尾嘅水聲嘅時候，就正正就係李寶珍掙脱嘅呢一個嘅捆綁之時。當佢掙脱咗個捆綁，攆手就屌你蚊，將佢塞撚咗個口裏邊嗰啲嘅屌你老尾嘅爛布，唔撚知底褲啊，定係屌你老尾地布啊，定係抹手指啊，定係抹手巾啊，定係點樣樣？即刻衝去出去出邊，即刻就諗住幫呢一個嘅底褲咧就係去鬆綁。咁啊～幫佢底褲鬆綁嘅時候咧，啊！屌你個老尾！依一個嘅冚家產陳子良咧，就唔知佢喺依一個嘅廁所裏邊做過啲乜撚嘅嘢，咁啊，攆手咧就走撚咗出嚟，咁啊，攆手走撚咗出嚟咧，就見撚到依個李寶珍咧就鬆綁咗，屌你老母！叫你乖乖地匿喺個房間裏邊，唔撚得嘅，係要屌你老母搞搞震，我做多啲嘢，我頂你個肺！哇！冚家產。不由分說，就即刻喺個屌你老尾嘅地台上邊啊！之前攞嚟行撚住依一個李寶珍嗰把嘅菜刀，就攆手就屌你老母二話不說，屌你老母就攻擊佢哋。咁啊，唔知嚇，即係之前啊，太多依家嚇，即係要同依一個嘅李和之間嘅糾纏啊，用盡咗氣力啊，定係啊，即係唔夠力氣啊？嗱，依一個五尺六寸都冇嘅依一個嘅嚇啊，陳子良咧。竟然咧就同依一個嘅師奶啊李寶珍咧，雙方咧就互相就發生咗呢啲嘅糾纏。咁啊，當然啦，依一個李寶珍亦都知撚到要拼命啊，要搏命啊，同依一個嘅嚇啊陳子良咧就發生呢個激烈嘅依一個嘅反抗。咁但係奈何啦，即係始終嚇大人大姐一女人之家點撚樣可以即係就算依一個撚樣屌你個老尾係吳家產，仲撚矮個老惡係嘛？即係一個嘅屌你老尾嘅嘅男人。究竟是屌你老尾點撚樣可以同佢打？咁啊中撚咗幾刀，額頭又受傷，手腳又受傷，中撚咗刀傷，啤啤流血。咁啊即係就跟緊住冇力啊，就跌撚咗喺梳化裏邊，撲你個街，冚家產！屌你老尾，話撚過要你班撚樣冚家產，就屌你老母出年今日就你班撚樣冚家產啊！屌你老母死忌啊！冚家死忌一周年啊！屌你老母，啪一刀攞把刀斬撚落過咗依一個個台裏邊，攆手就衝撚咗入去依一個嘅廚房。然後入撚咗個廚房之後咧，就屌你個老尾聽撚到嚇啊嗰、那個好似啊煤氣爐裏邊咧嗰啲石油氣爐啊，大家記唔撚記得啊？以前咧咪有啲啊石油氣啊縮台罐石油氣咧上你屋企裏邊就駁喉嘅。當大家未有啊生活在今天應該有煤氣嘅時候，係嘛？即係用石油氣擺喺個屋企裏邊，係嘛？好似人割撚斷咗石油氣喉嘅聲，跟撚住咧就聽到就受漏石油氣，咁然後跟撚住依個陳子良咧就望撚住佢哋啦。冚家產啊！你兩個
屌你老母，有錢你咪屌你老母，就唔會搞咁撚多咁麻煩嘅嘢咯。屌你老母，係要我大開殺戒，係要逼我屌你老母，要你哋冚家產，我唔撚想嘅。但係呢班撚樣唔撚合作，唔撚合作就屌你老母冚家產啊！屌你老母八婆臭閪，咁啊禮手嘅就屌你老母，揦著呢一個嘅打火機。跟撚住咧，就屋企裏邊咧，就屌你老尾，就開始啊，有啲啊屌著火啊，啊燃燒啊咁嘅情況，好快啊！因為大家都知撚到啦，十月份係嘛，香港啊以前啊一到十月就已經好撚乾燥，間屋就已經啡啡啡著火。咁而依一個嘅陳之良咧，就禮手咧就出撚咗依一個嘅門口係嘛，即係一出門口就抌依一個嘅屌你老尾打火機，嘣喺後就著火，咁佢就屌你老尾，但係絲絲然走人。咁啊，唔知係咪因為當日係依個中午嘅時分咧，啊打撚到乒乒乓乓嚇，又嘈交又實實又成成，就因為喺依一個嘅汗味啊，咁啊當然就屌你老尾冇諗辦法係嘛，就屌你老揈啊，即係引到其他人嘅注意，竟然冇人幫呀啊眼，究竟有單位裏邊點解咁多嘈雜聲啊，咁多爭吵聲去了解一下，咁啊冇人理，咁啊依一個嘅陳之良咧，絲絲然咧就離開咗依一個嘅十樓嘅十一室。咁啊，跟住咧就喺人堆裏邊咧就係唔見咗嚇，走撚咗出呢一個嘅英皇道，就屌你老尾就逃之夭夭啊，就下落不明。咁啊，當時呢一個嘅啊福昌樓嘅 B 座十樓嘅十一室就火光紅紅，咁啊變好快咧就變為呢一個嘅大火。咁而當時啊，呢一個嘅李寶珍同埋呢一個嘅啊李和嘅呢一個嘅太太啊，26岁嘅葉連娣，咁啊點咧？咁啊雖然啊李寶珍就成身負傷，有刀傷，有瘀傷，有拳腳傷，係嘛？咁啊，但係啊求生嘅意志激發佢嘅小宇宙，就點都要幫佢嘅弟婦咧解開呢一個嘅鬆綁。咁啊喺廚房同埋呢一個嘅浴室嗰度咧，已經係火光紅紅。佢就冇諗辦法咧，就係入去依一個嘅浴室裏邊，究竟睇下佢細佬啊，或者佢老公啊李和，究竟發生啲乜撚嘢事？火啊，已經係火成風勢，乾燥嘅依一個嘅空氣之下咧，屋企咧就即刻就揈揈縫縫。咁佢哋唯有咧就即刻就嚇喺個廳裏邊咧爬出去依一個嘅廳去依一個嘅窗台，然後咧就爬過隔離屋裏邊嘅窗台，嚇另外嚇入去另外一個嘅鄰居啊陳宅嗰邊咧就係求救。咁啊，即係依一個嘅屋企裏邊咧，竟然又有人喎，有人就屌你諗乜聽得到咁撚？多聲都唔撚理發生啲乜撚事，我真係正仆街。咁啊，見撚到有人喺個屋企裏邊咧，成身都係血，爬窗要入嚟，身體裏邊仲有已經係俾依啲嘅火焰咧，就燒著咗某一啲嘅衣服嚇。咁啊，有啲嘅衣服已經係帶撚住火。咁而可憐嘅44岁嘅依一個嘅李寶珍咧，一半嘅頭髮咧都仲係著緊火嘅。好嚟咧就即係接濟咗佢哋入到佢屋企，就即刻幫佢撲熄呢身上面嘅火焰啊！奈何啊，即係衣服都燒撚到焦焦黑黑，同埋個人亦都俾啲煙火熏撚到咧，就屌你老尾啊，黑命貴咁樣樣。咁而咧就是、身體裏邊咧遍佈依一個嘅刀傷。咁啊，當然第一時間就梗係就同佢哋逃出生天，係嘛？亦都係即刻就叫依一個嘅消防員咧，就係、是、到場去撲滅依一個嘅火警啊！咁啊，當消防員到場撲滅火警嘅時候，啊，究竟發生咗啲咩撚嘢事咧？咁我哋可以睇睇以下模擬翻當時嘅依一個嘅新聞片啊，話俾大家聽，究竟當時啊喺依一個嘅福昌樓 B 座嘅依一個嘅嚇一十樓嘅十樓嘅11号室嚇、究竟當時消防員見到啲乜撚嘢嘅依一個嘅情況？而翻嚟再同大家講講，究竟依個陳之良因乜撚嘢事要上佢屋企裏邊大開殺戒係嘛，搞撚到一個嘅六角大封上？转头翻嚟。1973年11月5号下昼1点，港岛东区鲗鱼涌福昌楼咧就发生咗一宗残酷嘅谋杀命案，死者咧系一家之主嚟嘅，系一个塑胶厂嘅经理。咁就喺11月4号嘅下昼啦，同老婆本身喺屋企嘅，后来咧就有人上门追数，咁啊追10000蚊啦，但系追10000蚊佢哋追唔到数，结果就将佢哋夫妇捆绑咗喺度。而死者的家姐亦都咁啱喺呢个时间翻到去，亦都俾人绑埋一齐。结果咧，死者就系俾凶手咧喺浴缸里边咧用水活活咁样浸死咗。而佢老婆同埋家姐咧，亦都俾个凶手运咗喺房度纵火焚烧。最后好彩两个女士挣脱绳索，喺露台爬去邻居嗰度，得幸身还。命案发生之后咧，有关当局最初以为纵火案啦，咁啊，点知进一步调查嘅时候咧，先发现啊，呢个系一宗骇人听闻嘅凶杀案嚟嘅。由于凶手行事嘅心狠手辣啊，对死者亦都毫不留情，
消息咧传咗出嚟，亦都令到鲗鱼涌嘅居民啊，个个都腾腾震啊，惊到。命案发生咧就喺下昼嘅1:30左右啦。福昌楼同埋海景楼一墙之隔咧，就有个陈姓嘅住户喺10楼度啊。咁佢当其时咧，突然间听到窗外啊传来阵阵嘅救命声啦。咁啊，陈太咧。咁啊，急急脚又出露台查看，睇下咩事啦。结果啊，见到对户嘅李太啊，叶连娣咧，咁啊爬向喺露台，佢向佢嗰边走啦。咁啊，连忙啊施以援手。当时啊，李太双手染满鲜血，面部腿部咧亦都血迹斑斑嘅。咁啊，喺李太安全跳入咗去露台之后咧，另外啊，亦都有一个仿似血人嘅第三女子出现啦。咁亦都去扑出去李家露台出边啊，大叫救命啊！当时咧，佢屋企咧李家已经传出一阵好浓烈嘅石油气味啦。咁啊，陈太咧连忙协助该女子啊去自己屋企，后来咧先知道佢原来就系死者李和之嗰个大姐嚟嘅。咁啊，陈太啊即刻问佢哋发生咩事啦。咁两个女士咧当时已经吓到魂飞魄散啦。咁啊，好惊好惊，震腾腾咁样就讲话，哇火烛啊！咁咧，并且啊，就话有一个人咧系困咗喺屋里边，咁啊，陈太啊即刻打电话报警啦。好快咧，有几大队嘅消防人员咧即时抵达现场啦。但系当其时啊，李家英火势已成啊，咁啊大门亦都闩埋咗啊，消防员咧就要破门入啦，利用利斧破门而入啊。咁啊，引喉咧就略为救咗2-3分钟咧，其实火势咧就好快俾人扑灭啦。但系咧喺消防员行入去现场咧，就即刻当堂吓一跳，因为原来喺浴室里面有一个男子全身赤裸咁样浸咗喺浴缸度，而且擘大双眼。而最触目惊心嘅系死者嘅双手被人反绑，而且头系有好多伤痕喺度。消防人员咧知道事件啊唔寻常啦，即刻喺门外咧去揾到赶到现场嘅警员入内调查。咁警员之后非同小可之后咧，咁即刻飞个电话去警署啊，同上级报告翻呢件事啊。好，翻嚟咁啊，可怜咧一个嘅32岁嘅李和啦，当俾消防员啦救熄咗屋企里边嘅一个嘅火焰嘅时候。就好奇怪地發現有一個嘅男人半浮半沉咁樣浸喺依一個嘅浴缸裏邊，咁啊好明顯嘅頭部咧就有依啲嘅傷痕，四肢被捆綁啊，雙手被反綁喺個身嘅後邊啊，浮浮沉沉咁喺依一個嘅浴缸裏邊咧，就兩眼圓睜係嘛，個口就張得大一大，咁啊俾人咧就鑑山咧喺個浴缸裏邊咧就放水咧就係浸死嘅。咁啊，好明顯咧，即係如果聽阿李寶珍所講咧，就是、一段時間咧，嚇，即係當依一個嘅李和被拉入咗依一個嘅浴室嘅時候，咁有一段嘅時間咧就好寧靜嘅咧，就好明顯，就將依一個嘅李和咧，就俾依一個陳子良咧，就抌撚咗個浴缸裏邊咧，就然後咧就係放水，就係咧就係啊，將佢咧就活生生咁樣浸閉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個人浸喺個水裏邊放水嘅時候，咁啊一定會掙扎或者係趌起身，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嘅。依、这、一個嘅陳子良 ，Ida 就用腳踩住佢嘅心口，等佢嚇上唔撚到嚟，又或者擺撚咗落去裏邊咧，就撳撚實佢啊，等佢咧就冇諗辦法咧，就係嚇趌翻個頭出嚟咧，就係唞氣。咁啊，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當啲水差唔多滿嘅時候，而依個李和就冇諗辦法反抗，將啲水嚇慢慢嚇由依一個嘅頭髮啊、後腦啊，水升撚到個耳仔嘅邊緣啊。慢慢升到依一個嘅拳骨啊，開始浸個鼻哥去反抗嘅時候，而依一個嘅陳之良就毫不客氣啊，望撚住佢，然後跟住浸撚咗落去。當依一個嘅李和個身體喺個水裏邊嘅時候，哇！第一佢一定會好撚驚慌，第二佢就好撚內疚，點解引狼入室會識咗依一個個咁撚冚家產嘅賤人？咁啊，而依一個望撚住依一個嘅陳之良嗰陣時候，可能依一個陳之良嘅面目狰狞，望撚住佢，唔係你死就係我亡。兩眼圓睜望撚住佢，一臉茫然嘅依一個李和啊，兩個嘅眼神接觸，我唔知道李和嗰陣時嘅心情究竟會唔會極度沮喪同埋無奈，同埋知道生命要走到盡頭，仲要俾一個咁嘅撚屌人渣嚇，將佢自己咧就屌你嘅老尾，係嘛鑑山咁樣去浸死，當佢嘅鼻哥啊、口啊，全部啲水灌撚曬入去，呼吸唔撚到嚇，窒息。然後跟緊住個腦啊，屌你老尾啊，即係缺氧，咁啊，然後最後一個嘅喺佢眼裏邊啊出現嘅一個嘅面孔，
就係一個依一個嘅將佢啊差啲謀財害命冚家產嘅依一個嘅賭友陳子良。咁而喺個 flashback 裏邊，佢一定好掛住佢，好擔心我走撚咗之後，我個太太會唔會俾佢用一啲嘅殘忍嘅方法去虐殺殺害我屋企裏邊三歲個兒子，將來大個冇撚咗爸爸會係點撚樣？我諗依啲，如果你代入一個死者嘅依一個嘅心理裏邊，你一定會聯想得到當時佢又驚慌又無奈又痛心又憤恨，死得咁不明不白，死得咁冤枉，而啊亦都好擔心留低喺世上嘅人嚇，而依一個嘅太太亦都喺依一個嘅兇徒嘅手上面，究竟有冇辦法逃出生天？亦都會唔會對佢依一個嘅三歲嘅兒子李同仁施以依一個嘅殘酷嘅依一個嘅手段？好佢話好似佢話事計，幫佢冚家產，滿門一隻屌你嘅老尾，即係將佢殺盡啦！咁好啦，當依一個嘅李寶珍同埋依一個嘅葉連替係嘛，即係當警察救咗佢哋啊，送佢入醫院落口供嘅時候咧。咁啊，葉連替就喺成個過程裏面咧，知撚到成個案發發生啲乜撚嘢，咁就同警察交代咧，就原來當日嘅10月5號嘅上午12:00咧，咁啊，當佢兩公婆喺屋企裏面，因為當日呢一個嘅李和就唔使翻工嘅，喺屋企休息緊，咁啊，當時咧佢個小朋友咧三歲嘅小朋友咧就唔知係翻撚咗學啊，定喺外家裏面，就咁撚好彩咧，就係唔撚喺屋企啊，咁啊逃過一劫。咁啊，當時依一個嘅陳子良咧，啊，當時佢應該係40歲松啲左右嘅，咁啊，嚇就入撚咗佢屋企，撳鐘叮噹，咁啊乜撚嘢事啊？咁樣樣，咁啊陳子良一入嚟咧就毫不客氣，啊，即係命令式咁樣樣咧，就係同依一個嘅李和講：，喂，你快啲拿冧，拎100蚊嚟我用住先，咁樣樣。咁啊，即係喂，大佬無撚離頭，招呼都唔撚打，早晨都唔撚講多句，一埋手就惡史倫敦空巴巴咁樣樣，就叫李和就拎一皮皮嘢俾佢，冇撚忘記喎。而家唔係而家一皮嘢，屌你咪 pay me 都過得到俾你喎。當時喺1973年嘅一皮嘢，老老柒柒啦，即係等於你計埋啲通脹之後，屌你咩10幾20個嘅咯喎，分分鐘係20-30萬咁樣樣嘅依一個嘅錢，咁一時之間你叫一個嘅所謂嘅塑膠廠嘅依一個嘅經理，點有咁撚多錢嚇俾撚到你咧？咁而依一個嘅陳子良咧，當時就報稱咧，就好似係喺依一個嘅做一啲嘅紡織嘅依一個業務，而佢當時嘅身份證號碼就係 B4Boy 啊955656。係嘛？955656咁啊！依條嘅友仔咧，之前咧就係成日即係同依一個嘅李和就賭錢。咁啊，據稱咧就屌你老尾就成日就輸鳩咗咧，就俾阿李和嘅。咁仲爭阿李和咧就好撚多錢。咁啊，李和咧同佢講：喂，陳仔，屌你老尾，你唔好咁撚埋手就屌你惡史倫敦問我借錢先得㗎。而家你問我借錢，你客氣啲得唔撚得啊？再者，大拿拿一雞嘢，我邊有咁撚多錢啊？我最撚多都係得1000多蚊，而家喺身啫喎，要唔撚要？咁佢話唔撚要，你而家快啲俾翻翻我啊！屌你個老尾，你爭我嘅咁撚樣。咁李和做個口都呆撚曬，屌你做乜撚嘢？我點撚樣去爭你啊？冚家產係嘛？喂，你之前仲爭我好撚多賭債，你都未撚清啊！你而家都唔撚還錢俾我，屌你老尾，仲要問我攞一雞嘢，仲話屌你老母問我爭你，你講下道理好啊？講你老母道理就鬥霸性。咁啊！屌你老尾，李和竹，屌你咪俾佢升撚到金星李毛！你屌你老母，你當我賭錢咧，唔撚知係咪你空鳩我嘅？我而家屌你老尾嚇，我要錢！咁啊，李和咧做乜打我啊？你揸人錢，你老尾你生意唔撚好，你又要問我攞周轉，你都客氣啲啊！係啊，屌你老母，係生意唔撚好啊！我係要錢周轉啊，唔撚係你屌你老母搞撚我輸撚咗錢，我揸人哋債，我再賭再輸多啲，搞撚到我冇俾心機去做嘢，屌你老母，我點會揸人哋錢？點會咁撚樣拮據啊？屌你老母，我點解會咁撚多要需要錢啊？哇！李和就覺得屌你老母，可以對撚住啲中國共產黨大陸呢咁樣樣喎，呢條冚家產歪理連篇。自己做嘅嘢做錯咗就係人哋嘅責任，自己嘅問題就係人哋俾佢嘅，火都嚟撚埋，我屌你老母啊！俾條毛你啊，1蚊都唔肯俾你，咁啊跟撚住咧，依一個嘅屌你老母嘅陳子良就唔撚俾，屌你老母你唔撚俾啊冚家產啊！我就真係同你冚家產對撚冧，你俾唔撚俾？我唔撚俾啊！你催我食啊！屌你老母，禮手依個陳子良都唔撚同佢理論啊！禮手就屌你老母依一個嘅嚇。真係唔撚醒目啦！依一個嘅葉連替咁啊，走嚟勸交，勸乜嘢交啊？佢禮手就攞撚咗台面上面一把嘅生果刀，就即刻就綁撚，即係捉撚住佢個老婆，指撚住佢，你唔撚俾我就喺你面前懟撚冧你個老婆俾你睇。
咁啊冇撚計啦！喂，你唔好搞啊，唔好搞咁撚多嘢，你咪放過老婆先。喂，屌你老母，真係唔好撚，屌你咪亂嚟啊！整撚親阿叔，好屌咩你？我真係唔撚放過你，唔撚放過你，我而家就唔撚放過你，就屌你老母，禮手又揸波，屌你老母又全身咁撚摸，跟撚住就屌你老母解傷佢添。咁啊，屌你老母，你喺咁嘅環境裏邊，你有啲乜撚嘢可以做？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屌你老母跪低，屌你老母扮禮仔扮契弟，得你同我揾條繩嚟，唔撚我屌你老母即場奸佢俾你睇啊！屌你老母閪！咁樣，咁冇撚辦法，就揾撚咗繩，自己綁起自己，唔好撚綁起佢住先。屌你老母，係多啊！你綁起自己先，屌你咩阿嫂，我自己綁。依頭咧就屌你咩綁緊，佢見阿李和自己綁自己嘅時候咧，就屌你咩綁撚咗自己隻手，咁啊跟撚住就自己就走去就再幫佢嚇冚家產攞佢隻手擺撚咗去後邊，然後跟撚住咧再扎多幾錢肉緊嚇，再綁咗十啲，然後再跟撚住綁鳩埋佢出角。你唔好撚亂嚟啊！屌你老母，你唔好撚反抗，唔好捅死你老公啊！咁你老婆就屌你咩企撚咗喺度戇鳩鳩，親眼睇撚住自己個老公俾呢條冚家產咧就捆綁，五花大綁扎撚咗喺度，乜都唔撚喐得。咁跟撚住咧就屌你老母，禮手攞刀指撚住佢老婆，嗱你乖乖地，屌你老母係冚家產，屌你老尾，今日就好啦，好撚彩啊，屌你老尾冚家產嚇、啊，你啊即係等老子嘅興趣唔係咁撚多，唔係即場屌你老母將你就地正法啦，屌你奸鳩你！屌你老母摸下你冇乜撚波，屌你老母，唔撚摸，屌你老母，匿曬嚟，跟撚住就幫鳩佢老婆，啊，瞓喺嗰度，跟撚住就屌你老母就叫佢行埋個梳化嗰度，夾嗰只腳，咁然後真係又綁撚埋佢著，攤撚咗個梳化度，咁然後跟撚住咧就係屌你老母就係兇呢一個嘅李和，要佢俾錢，問佢錢擺喺邊度，問佢屌你老母，我真係要錢嚇呢一個嘅情況。喂，李和就真係不得要領啦，邊有咁撚多錢啊？你放我啦，我人行幫你攞，我都冇咁撚多錢啦、啊。咁何況你而家你即時走上嚟問我攞錢，我真係冇諗辦法俾咁撚多錢你。咁啊，當兩個喺度糾纏緊嘅時候，就喺依一個嘅 moment， 李寶珍就撳鐘，係嘛？撳鐘嘅情況之下咧，就屌你個老尾咧，就踢爆咗。當時啊，佢個細佬俾人咧就係屌你老尾，就係依一個嘅持刀挟持捆綁咗，逼佢依一個嘅俾錢。咁啊，而跟撚住嘅就係佢入撚到嚟，就即刻俾佢迅雷不及，兩嘢就攞撚咗依一個嘅主動權，閂撚咗門，將佢再挟持、再捆綁、掟佢入房。咁之後嘅嘢就大家都喺頭先都同大家講清楚。咁啊，好撚可憐地啦，李和鑑山就俾依一個嘅陳子良咧就係浸撚死咗。係嘛？咁啊，好彩嘅地方就係依一個嘅楊生，依一個李寶珍嘅依一個嘅丈夫，同埋啊佢個仔啊，即係依一個嘅小楊，當日亦都因為上班係嘛，飲完茶之後就離開咗依一個嘅啊北角嘅依一個地方，就冇喺度。如果唔撚係，真係分分鐘咧出現一個嘅嚴重嘅依一個嘅兇殺案嘅死傷無數。咁啊，有傳言咧就話當時依一個嘅陳子良咧就抱撚咗佢個仔仔走嘅，咁但係後屘就證實一場虛驚，原來當時依一個三歲嘅李同仁咧就寄居咗喺啊親戚嘅屋企裏邊，就幸免於難。咁好啦，啊家眷咧就屌你個老揈，就冇撚辦法啦。咁啊警方就即係發撚曬爛渣，啊出撚曬通緝，希望咧就可以揾撚到依一個嘅陳子良啊歸案，係嘛？即係希望可以將佢啊即係繩之於法。咁但係奈何？咁依個陳子良好似銷聲匿跡咁樣樣，完全喺依一個嘅人間蒸發，完全再冇喺香港出現過，直至去到依一個嘅1985年啊，當依一個嘅八仙飯店咧，依一個嘅案件啊，即係喺依一個嘅澳門裏邊啊，出現咗無數嘅依啲嘅殘肢嚇，令到嚇即係當時嘅澳門嘅司警大為震慄。究竟點解啊？屌你老尾會死撚咗咁撚多人，而呢個身體屍體啊，屬於好多唔撚同嘅，有啲啊就係手臂啊、腳瓜窿啊、手指啊、腳趾啊，嚇唔撚同嘅人嘅依一個嘅身體嘅依嘅殘肢，咁啊究竟係邊撚過嚟咧？咁啊當時都係引發咗啊，即係當時啊依一個嘅啊八仙飯店嘅依一個嘅店主係依一個嘅鄭林嘅屋企人咧，就睇完依個嘅新聞咧，就有好多嘅依一個嘅疑點，咁啊懷疑咧。佢嘅屋企嘅依一個嘅阿哥咧，啊就俾人咧就係謀財害命，咁啊親身去到依一個嘅澳門咧，就希望澳門嘅依一個嘅司法咧，就司警咧就去將啊依個事件去調查。咁而當依啲嘅司警去到依一個八仙飯店嘅時候咧，就發覺八仙飯店咧就易咗主，咁而依一個嘅八仙飯店嘅依一個嘅老闆咧，就叫做黃志恒嘅50幾歲嘅依一個嘅中年漢。
咁啊，一個中年漢咁啊，後屘咧就當然就唔肯同佢審判啊、查問啊，始終都不得要領。咁但係啊，就喺佢屋企裏邊就揾撚到啊，即係依一個嘅鄭林嘅依一個嘅 passport 係嘛？依啲屋企人嘅依啲嘅啊回鄉證啊、身份證啊各方面嘅嘢。咁啊，而依一個嘅啊黃志恆咧，就當時講咧，喂，佢哋應該就翻撚咗大陸喎，頂撚咗個鋪頭俾我喎，係嘛？輸撚咗好撚多錢俾我，係嘛？一直以嚟又成日同我賭錢，係嘛？又話賭沙蟹，輸撚曬啲錢。咁啊，屌你老尾！而家將間屋頂撚手手俾我喎，咁我而家就係依個地方啊，業主，我請撚曬夥計啊，請撚曬廚師，諗住開工嘅喎。邊有屌你老尾對佢哋不利啫？我都唔撚知佢哋去撚咗邊。咁你又話佢哋屌你老尾出撚咗，我嚟撚咗警，翻撚咗大陸。係啊，佢同我咁撚樣講噶嘛。屌老母，唔通我理撚住跟撚住佢出境啊？咁咪跟撚住又揾撚到嗰啲嘅出入境嘅依啲嘅證件，又要依啲嘅冇撚證明過佢出過關嘅依啲嘅 record。咁啊，當然就亦都要問佢去依一個嘅盤問啦。咁啊，盤問得多就覺得咧，依條嘅撚樣嘅依一個嘅啊 possibility 咧，佢殺咗依一個嘅冚家嘅依一個嘅疑點咧，就非常之高。咁啊，直至到咧，即係依一個嘅撚樣啊，黃志恆咧就屌你老尾就啊韞撚咗喺監獄裏邊啦。咁啊，即係諗住咧就係要再審判啊上庭嘅時候咧，佢就殺死撚咗自己自殺。咁而喺佢死前嘅時候咧，佢就咧寫撚咗一封嘅遺書啊。證實咧，佢就係曾經咧，就依一個嘅喺依一個嘅英皇道嚇，依一個嘅福昌大廈、福昌樓啊，啊 B 座嘅十樓嘅十一室裏邊嘅殺人嘅依一個嘅兇案嘅依一個嘅主犯陳子良。咁啊，原來佢咧就係曾經咧就係啊離開咗香港之後咧，就輾轉去咗依一個廣東嘅依一個嘅南海，咁啊仲啊再娶過依一個嘅老婆，仲生撚咗個依一個嘅仔。咁啊，佢又諗住咧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咁啊，落撚到依一個嘅澳門，咁啊難得有個機會就可以咧就係重新咧就係做依一個嘅八仙飯店嘅依一個嘅老闆，去經營依一個飯店，啊為佢自己嘅仔女啊，屌你老尾就係可以咧就係留翻一啲嘅經濟嘅資產啊，令到啊佢哋可以咧就係有依一個嘅啊生計啊，有一啲嘅錢啊留俾佢哋。啊，而家你屈我就屌你老尾殺人奪貨謀財害命，我老閪都唔撚認噶啦。但係我唯一認嘅咧就係屌你老尾，我曾經喺英皇道懟冧咗條撚樣。啊！嗰個我就認殺人屌你嘛！我點解會唔撚認啊？做咗就要認咁啊！即係而家我已努力改過噶啦，係嘛？唔通你連一次重生嘅機會都唔撚俾我咁撚樣？咁啊，亦都真係俾我感覺到好似一個屌你老母丁蟹啊！依一個嘅屌你老母大時代依個角色咁樣嘅情況，又唔撚覺得自己錯，錯係永遠人哋嘅錯係嘛？咁啊，即係佢殺撚咗人都冇乜問題嘅，但係最緊要就係屌你老母浪子回頭，我可以去重生，我可以去重新去屌你老母為自己嘅人生裏邊咧做翻一啲嘅積極嘅嘢，為我哋嘅後代啊做翻一啲嘅屌你老母嘅啊積福係嘛？你咁都唔撚俾機會我。咁啊，當時依一單嘅案件蒲撚咗頭，咁而依一個嘅黃志恆嘅照片，亦都咧就係隨住啊媒體嘅揭露啊，啊更加咧就係揭發多啲關於依一個黃志恆嘅身份咧。咁啊，而依一個嘅黃志恆嘅照片咧，亦都喺香港嗰邊嘅報社咧就顯載咗出嚟。咁啊，當時嘅依一個嘅李和嘅遺孀啦，咁啊即係都1973年去到1985年，都係講緊係十幾年之後。咁啊，仔仔都變咗少年人啊！依、這、一個嘅葉連體都近40歲，咁啊睇到報章嘅報導，一眼就冇諗辦法，唔可以忘記得到，將佢個老公鑑山浸死，攞刀斬傷咗嚇啊！佢嘅依一個嘅大姑啊，咁亦都係屌你老母攞刀嚇斬傷咗自己，啊搞緊到自己嚇，同埋佢依一個嘅大姑咧就要嚇即係攀窗嚇，爭啲跌落街啊，逃避依一個嘅火災，燒撚到啊成身都著火係嘛，頭髮都燒光，啊至逃離佢依一個嘅魔掌，剝奪咗佢丈夫嘅依一個嘅性命，搞緊到佢家庭咧就唔撚完整。依一個嘅殺人兇手陳子良，正正就係同依一個嘅黃志恆咧長得一模一樣，屌你老母化咗灰都認得佢。咁究竟依一個嘅黃志恆啊，又或者陳子良啊，喺獄中裏邊啊寫俾佢個仔嘅依一個遺書係點撚樣嘅咧？我哋聽聽嚇依一個由阿小花演繹啊，對依一個嘅遺書嘅內容大致係點樣？黃志恆死前咧，曾經就同報館咧寄出過一封自白書嘅。
嗱，呢个咧就系黄志恒唯一交代八仙饭店呢个案情嘅文件嚟嘅。但系行文咧就比为生涩嘅，信入边啊咁讲啦，请代我平反呢个冤案。你试谂下，一个临死嘅人仲点会讲大话呢？我之所以喺法官面前承认一切，系有原因嘅。9月28日2点，司法处为咗想了解多一啲嘢，我喺嗰度一直坐咗10几个钟头。喺呢段时间，我估计咧，佢哋咧就喺度观察紧我嘅心境。由于喺澳门啊，我从未做过对唔住人嘅嘢，所以我心境都自问唔差。去到而家，佢哋系咁不停问关于八仙饭店嘅嘢，咁我重实话俾佢哋听啦。亦即系我点样识阿郑林，同埋点样接替业务。类似嘅问题足足问咗2日3夜，分4个人不停都系问呢啲问题。最后在10月1日的零时，就说要告我谋杀郑林一家。当时我已经是疲劳之极了。香港那边是东窗事发，我已经抱定以死者誓人的心。本来我已经当陈子良已经死了，而且在小朋友面前他们阿爸早早去世。这个是由我将自己的手指毛割掉那刻开始，我已经洗心革面。坏事我不但止唔会做，而且连去諗都唔会去諗啲想犯法嘅嘢。凡事都有动机。而我守咗10几年，个仔啱啱毕业踏入社会做嘢，我係应该安享晚年嘅。早喺1984年当阿郑林争我188,000嘅时候，我已经有心收购八仙饭店。这个係有人证嘅。总括而言，我绝对係做唔出呢个案件。如果是我做的，我仍有什么所谓呢？况且编辑先生，你见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而一凄凉的是我的太太和得7岁的仔，舆论对他们很不公平。难道我已经改过自身，重新想做人，想过着幸福生活的晚年，就因为我10几年前的事情而粉碎？我太太呢是最无辜的，我以前是坏人来的，我是应该承担一切的后果。但是我太太是乡下婆来，她什么都不吃，绝对是一个好人。难道社会竟然会对她不伸出同情之手加以援助她？我郑重声明，我之所以自我解脱，我并不是畏罪，而是从多方面的角度。我又有哮喘病，其次我都不想再挨下去了。今次始终都要实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好，翻嚟咁我喺呢度录影嘅时间咧，真系天都黑齐咁滞啦。咁但系咧，阴风就阵阵。咁啊，一个人咧喺个咁卵大嘅呢一个嘅花园里边咧，就一个人都冇。咁啊，即系时候我都要早啲走啦，大佬。即系夜晚喺度开始听到啲细路仔开开开心心咁样样叫，咁啲绿色小朋友会唔会坐喺我侧边？喺我侧边呢度都未谂定。咁啊，呢一单嘅案件啊，充分显示出呢一个陈子良极度冷血，极度咧就系冇同理心，极度咧就系唔会理人感受，好明显嘅呢啲嘅反社会人格呢啲嘅人嘅呢啲嘅症状喺度嘅，系嘛？即系完全咧就系屌你老尾啊！自己冇错，乜嘢都系人哋错，唔会感受到人哋嘅痛楚，乜嘢都要自己为一个嘅自我中心，好明显好 typical 嘅 stereotyping 嘅呢一种嘅人格嘅呢一种嘅特征喺里边。咁啊，好啦，当然啦，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咁我哋有时间就会同大家再继续去再倾倾，研究一下呢一个嘅八仙饭店呢一单嘅案件。而家传媒啊，甚至无澳门嘅警方啊，过咗咁多年之后，都极力都系应该相信黄志恒或者系当年嘅呢一个嘅陈子良就系八仙饭店里边嘅主犯同埋凶手。咁但系佢死口否认，究竟呢一件嘅事件？是真的他做啊，定是真的被人啊屌你老母屈鳩他啊？大家都知道澳門的司警都是黑警居多，係嘛？即係都留甲受，求緊其揾條友去認撚咗佢罪去定案啦，減少佢工作量啦，快快脆脆 call 上咗個 case 佢啊？定係佢所講嘅真係含冤莫白，定係佢真係佢一個人犯案咧？有機會嘅，我大家再同大家去再傾傾呢一個嘅八仙飯店嘅呢一個嘅案情，再了解一下，再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兇手。是不是真真正正这个的黄子恒
又或者是今日呢一單嘅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嘅香港奇案之杏昌樓縱火案裏面嘅真正嘅元兇。晚安啊，各位，祝大家平安，係嘛？遠離呢啲嘅閪人、小嘢、呢啲嘅冚家產嘅壞分子啊，做朋友。咁啊，一個唔覺意黐撚住啲咁冚家產做朋友咧，輕質啊，屌你老尾破財啊，選手重質嘅就分分鐘好似今集呢一個嘅主角李和一樣，冚家產都有人知。各位各位你哋好，我係高長摩搞貓盡啊。MHK 踏入九歲，咁就依家有啲好嘢益大家，咁就我哋有個優惠價。你精神啲啊！屌你，台慶啊！而家 MHK 九週年九歲啦！我哋邁向十歲嗰時候，我哋要先嚟個魔鬼價 ，OK？ 666,000。7月1日至到7月31日裏面咧，只要你訂住我哋咧個魔鬼價666,000，我哋就會送多你一個月。如果你之前仲有月費剩嘅話，我哋會延長落去，即係話俾你聽，666,000有7個月。冇錯，係啦，記住 WhatsApp 6902-1491同阿超哥鹹濕超聯絡啊！記住有咩煩佢得啦，我哋咧一定係半夜揾佢，叫佢起身屙夜尿。冇錯，6902-1491。一齊出嚟訂閱，多謝你哋支持。